奇妙大营救，灰太狼升职记。快把懒羊羊放出来！我累了，你们好好招呼他吧。别闹得太大了，弄烂了本将军的花瓶。竟然变成了最令人讨厌的猫，再讨厌也比你可爱。还不快把懒羊羊交出来！不交出来又能怎么样？什么？好漂亮的宝石啊！住手！你想干什么？不！快住手！你会弄坏宝石的！是吗？还好本将军反应快。是吗？接下来试试这个。你给我下来！就不，嘿嘿，哈哈，哇！哎呀！啊！嘿嘿嘿！哎呀呀！哦哦！我的花瓶。这可不关我的事哦。气死我了！黑暗能量。嘿嘿，终于到了王宫。王宫呢？怎么只能看到一点点呢？算了，先跟上队伍。难道我的身份暴露了？一根银骨，我是三根铜骨。真是不好意思，我的职位比你们低，你们还给我敬礼，这让人不好意思。你是哪个部门的？士兵长好。原来不是在给我敬礼。报告，我是新来的。三根铜骨只能在王宫以外的地方工作。什么？那我怎么样才能进王宫呢？让那个士兵好好跟你解释解释。你给我听好了。三根铜骨往上就是银骨，三根银骨往上就是金骨，升到银骨才有资格在王宫周围工作，而升到金骨才有机会侍奉我们尊贵的国王陛下。那我不是没有机会进王宫了？不过你可以报名考核，
考核过关了就可以晋级了。真的吗？那我要报名。强的威力！金币消失了！哎呀，心好痛！报告旺财将军，您的总资产下降了3%。啊，我的金币呀！那我就速战速决吧！哎呀！看来这把锤会消耗他自己的金币。这把金锤威力好大。金币又掉光光了，都怪你！长痛不如短痛，让你看看这把金锤真正的威力！考核比赛现在开始。不错，能坚持到现在。不过，最后一项测试就是绕着城墙赛跑，只有到达终点的人才能升到银谷。只要绕着城墙跑一圈，就能顺利地完成最后的升级考核。预备，开始！本大王追过5000多级的羊，怎么会输在赛跑上呢？这是什么情况？忘了告诉你们，在赛道上埋伏了众多的地雷，只要被炸到就被取消资格。这么危险，怎么不早说呢？作为一名王宫里面优秀的士兵，一定要有应对各种困难的高强本事，就像我一样。我才不要参加这种不要命的升级考试呢。进入王宫不只有一种办法，现在周围都没有人。嘿嘿。啊，怎么还有几层城墙啊？不对，赶紧进去，别被士兵们发现了。救命啊！有人吗？救救我呀！要是去救人，我就没有机会翻墙了。谁叫我是主角呢？士兵长，我来救你了。这次测试没有一个及格，大家将要回到所属的内层。哎，结果没爬过城墙，现在连测试都没通过。等等，
这次测试，灰太狼因为救人破格晋级，升到银谷。真的吗？喜羊羊，我已经成功升到银谷了，希望你那边一切顺利。将军，您的资产已经降了40%啦。我的金币呀、什么？没想到他这么难缠。他太强了，现在只好用那一招，但是一定要一击击中。居然还有这么强大的力量，但是我的豪华一击是最强大的。身体里面吗？你想他永远回不来吗？什么？你好卑鄙！友情真是个累赘。报告将军。这次战斗，您的总资产损失了77%。我的金币。对不起，懒羊羊。